刚刚电视上看到那个就是，那就是集会还是抗议啊？谢谢主席。主席，本席想邀请我们的这个部长以及副主委。哎，部长、副主委，请。哦，去洗手间，副主委忙进。啊？副主委洗手间忙进。是。对他因为被包，那、哎、等一下吧，等一下好了。好。不晓得了，怎么会这样呢？外面是不是有这个委员会有没有监听啊？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好，谢谢主席。本席首先想请教，因为我们今天修的是大学法以及我们的这个专科学校法，所以本席首先请教，台湾目前的目标是不是要跟世界接轨？请教部长。当然要跟世界接轨。在我们的学位方面，我们在美洲、加拿大等国、欧洲、英国等国、亚洲、日本等国、大洋洲、纽西兰等国、非洲、南非等国，我们相关的国家都有跟他们做学历认证的这个工作，是吗？是，有。那么请教，跟这些其他好几十个国家做学历认证，是不是依照我们的大学法以及专科学校法？是，没有错。有没有特别再录一个什么法？有没有？没有，目前这个并没有。所以大陆也是一个国家，是吗？是。请教副主委。副主委。喂，好。大陆是不是一个国家？根据我们宪法征修条文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陆并不是一个国家。大陆它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地区。它是一个地区，依照我国的这个法令限制。所以我们跟世界全世界来接轨，所以我们有大陆两岸关系条例来做限定，是否？不错。在你的条文里头，是不是得于约束教育部所提出的将陆生来台的总量从全国的招生总数的1%，也就是2000人，是不是都能控管？请教。这个当然没有问题，我们现阶段都有控管。请你再重复一遍。我相信教育部会有完善的机制来从事管理。三线六这个三部六线嘛，哦。三线六部。三线六部是得以在教育部行政命令经由行政院确认之的一个行政命令。对。是不是？对。加上你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不是足以得以解释清楚民进党所提的这个疑虑？我们相信现有的法律的规范，已经有对于三线六部相当的程度的写在里边，所以不需要另外的法律来规范。好，所以请教，刚才民进党的委员一直在强调，因为他知道在我们的专科法以及我们的大学法里头所修改的条文是依照我们六法全书一视同仁的情况之下，所以他知道这部要来说一定输，所以他歪到旁边去，所谓的气气做的这个讲座的问题，请教一个短期的大陆人士到台湾来做企业讲座，不管是一个月、10天、20天，那么是不是就得以直接在台湾工作？请教。刚刚委员有提哈，就说陆生来台修业完毕之后，回去大陆能不能继续很短的时间之内以专业商务专业的人士来台湾从事工作，这个跟委员报告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大陆地区来台湾从事专业活动的这个身份认定的非常的严格，他必须是大陆企业的第一负责人，或者是经理人，或者是大陆商业的专业的专门技术人员，这个他要有证明，要递出来。然后台湾必须要邀请单位来邀请他们来台湾从事1到3个月的专业的活动交流之外，立即要回去，不能留下来就业。重点，当他讲座不管是1个月或3个月，是立即要回去，是吗？不错。确定？确定。阿英哥的共享，哎，到中华民国国民那法律拢唔办，透气都行哎，而且在这边做咨询，故意要混淆视听，扰乱国内的秩序，这个应该要动弹怀，可以严办。所以，陆委会主委、副主委，你应该要加强。除了他们要严办以外，你应该要加强。你应该要将这些似是而非的情势，应该要对社会大众去说明清楚。报告委，我们刚刚不管这七期讲座到底会不会成型，麦克那有一个亚公一个贵，不管会不会成型，还未知数。而且依照我中华民国的法条里头规定，不管是1到3个月，世界各国的人来都一样要立即回去，是不得在此工作，是吗？对，确认哦。好，你请回座。谢谢部长。是刚刚讲的这个契机讲座，是他不得留在台湾来工作，必须要回去他的国他的地区，是或者是他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的人来东东都一样。那么请教他们还有质疑，是不是会用这个来做输送带，一归去他们家取得学位？请教，契机讲座可以取得到我中华民国的正式学位吗？这些企业经理人或是专门技术人员来，只有1到3个月，1到3个月不符合我们学籍这个修业的年限，所以根本也没办法入学了。是根本没有办法入学，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合法什么我们学籍的这个学位嘛？对。大陆的人民到台湾来，他一定要有提出一个申请的目的。他如果申请目的是以汽车业以这样的一个商业考察呢，他就用商业的人士进来，他就不能当陆生。所以这个是求学的身份来，才能够取得学籍，才能够入到学籍。好，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嘛。阿英，他在那里问你，你就讲个清楚，对不？还套安呢，故意扰乱社会，明文规定我们的法条就是如此。为什么要这样危害台湾的秩序安全？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嘛！另外，民进党一直在要求，我要突破民进党的规规。民进党一直在要求要开公听会，我觉得民进党扪心自问，为什么要这样子污蔑，而且扰乱社会秩序？专科学校法是在1997年的10月份复委。大学法是在1998年的4月17号复委，我们在委员会审查，从1998年的4月30日、1998年的5月4号、1998年的6月3号、1999年上个月4月23号，我们从1997年的复委，也就是第七届立委进来之后，经过将近2年多的时间，大家不断在探讨。探讨的过程，民进党从来没有要求要开公听会，我们依照法定的程序在走。到了要决定的时候，凊彩不及嘞，不开公听会，怕听人民的声音，这简直是莫名其妙。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媒体也应该要正视这些谎言，不要再乱讲了。莫名其妙，从头到尾2年多的时间，民进党何时说要要求开公听会？简直是莫名其妙嘛！为什么要让台湾成为井底之蛙？而且据本席所看的资料，我觉得有一点忧心。2009年的亚洲暨台湾高等教育的调查指出，部长，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份报告？只有5%的陆生想要到台湾来。我看得很难过，但是台湾的学生有21%想要去大陆
升学，这是台湾年轻学生的一个调查所做的偏好呢。他们台湾留学，我们台湾自己到世界各国出国的，本席做了一个统计，97年37800人，96年34990几个人，换句话说是逐年在增加，表示我们的教育政策跟方向要有所改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5%的大陆学生想要来咱家，2%的咱的台湾学生想要去大陆，我唔知民进党到底咧惊啥。台湾要跟世界接轨，跟每一个地区来接轨，让我们的台湾学生头脑可以更加的灵活。民进党到底在怕什么？所以部长，是当你看到这个调查资料，你有没有忧心呢？加强国际交流是一种趋势了，也是台湾竞争力展现我们高等教育优势的时候哈、哦。那么陆生其实他一年有1000万的高中毕业生哈、哦，那么他只有500万能够呢这个上大学哈、哦，那么其他500万呢就要到世界各地去。那台湾同文同种，台湾很多领域呢是世界领先的哈、哦，还有领先大陆很多的，所以我们觉得有优势呢，可以吸引到大陆还有好的学生。有这个优势，部长，但公资库我要谨慎、嗯，因为据调查。大陆学生希望到其他国家去的第一名是新加坡27%，第二名是香港26%，是同文同种的，日本是11%，台湾才占5%，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加强。台湾过去不承认他的学历啊，所以台湾过去没有友善来表示欢迎。调查的基础面不一样嘛，哈，所以既然目前为止他们的思想是如此，所以我们才民进党在惊吓。咱来搁看民进党在惊啥？我们把问题理清楚，大家讲清楚。民进党怕这一些留学生、大陆人士，如果到台湾归去卖读册来过安，是不是直接就会当当台湾工作？可不可以请教部长？他是可以结婚的、啊，那但是结婚呢，他不能用依亲的这个处理。如果他用依亲配偶呢，这个陆配的方式呢，他就要马上哈。这个求学的目的跟不符嘛，就要回大陆去哈、哦。然后他再用这个依亲陆配的身份来的话呢，他就不一定可以进到学校，他就跟台湾的学生一般来竞争考试入学。那所以换句话说，当他结婚之后，对，选择一种。当他结婚之后，那么他如果依亲的，换句话说，他的学历是不认证的。他如果，比如伊读一年，嘿，啊，一年会算的袂？他变成要回去就退学了，回去就退学。对，因为他要结婚。那假设他刚好念到4年毕业，那算不算？如果毕业之后他马上要回去啊，回去就变成依亲就要排啊，就要。所以并没有民进党现在号称的归去卖读册来嫁人也是来娶某，就得在台湾直接留在台湾就可以工作。他是可以结婚呐、啊。他继续念书，但是呢，他不能登记他的这个结婚的那个依亲的这个享受这样身份证6年的一个身份证的拿取的哈、哦。但他如果继续来读书的话呢，哈、哦，那么也是2年到或是4年到，他就要回去。哎，所以我们还是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走嘛。对，身份所以并没有民进党所说的，一归去往这个通路来家嫁人爱起来家娶某归去老他们家。他只能二选一了。哦。不可能是这样嘛，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教大陆学生毕业之后是不是得以直接参加我们国家的一个考试？这个规定很清楚了。如何？考试法哈、哦，这个公务员的这个考选部的考试相关的法规哈、哦，跟公职人员的考试法规都不允许，他必须要中华民国国籍才可以。他要中华民国的国籍嘛？对呀、啊，对、啊。所以这个民进党好小我北共嘛。所以部长，我们一再对外都有说明了。一再对外有说明，他仍旧这样讲，所以我们还是要赶快再说明。啊、哦，我们是希望，因为台湾教育是一个自由无国界，我们希望台湾的学生呢也都能够有国际观，这是非常的重要啊、哦。因为我们不能做井底之蛙，当然我们要有所限制。是台湾自由民主多元呐、啊，陆生来了之后都会很感动。
这个对两岸呢，改变对方是对我们有利的。好，谢谢。